的见习王美小吴，凭借幽默风趣的个性，深受众多粉丝欢迎。早前木曜四超完，合作日本第一牛郎罗兰拍摄影片，当时就发现店里其中一名牛郎撞脸小吴，而没想到小吴近日真的飞到日本去见这位牛郎。小吴贴出与这位名字罗曼尼桑的男公关，连贴脸照片，并写下我漂洋过海来找日本的哥哥了。原来世界上真的有另一个我。一看到对方，先爆笑五分钟停不下来，甚至他还特地戴上同样的金色假发。网友一看到后纷纷大呼，真的像到分不出来，连笑起来都一样，还是其实是双胞胎，太好笑了啦。Bye.